先生，起床。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睡得跟个死人一样。家伙难得有这么安静的时候，仔细看，鼻子还蛮挺的。哎，喂，哎，你放开！来，停停停，停！你怎么这么暴力啊？就不能温柔一点？混蛋，你是不是在装睡觉啊？没有，我明明在做梦。你以后睡觉，能不能别光着膀子啊？怎么，你害羞啊？我才没有。